㗎，有啲位即係嗰啲咧，嗰啲掟嘢嗰啲，其實本人睇得幾快樂。雖然有人唔係好中意，我哋好似仲要爭一位辭職議員。我揾一條蕉啊！你揾一條蕉啊？有冇蕉啊？謝謝蕉嚟啊！蕉嚟啊！係嚟！謝蕉！水思源，我哋最早系叫做五區總辭，全民公決，爭取2012雙普選，2012雙普選。到今日為止，我哋仍然堅持2012雙普選。递咗封辞职信之后，我就已经觉得我是任务完成。阿土派俾我的任务就是你负责揸住个咪落区度宣传五区公投。我哋社民连负责推动五区公投的是我哋下任主席土君衡。主要經過呢個禮拜日會員大會嘅信任投票，有冇得做未知？支持土君衡好冇？琴日遞咗封辭職信，我認為我已經任務完成。作為一個五區公投嘅倡議人，我哋已經成功喺今晚启动呢一次新民主运动，新民主运动，新民主运动。即使建制派、共产党同埋佢哋嘅奴才铺天盖地对我哋嘅打击，我都当佢系勾痕。呢度好恨，我哋惊唔惊啊？唔惊，惊。你惊唔惊啊？唔惊。我同自己讲，我都就快六条啦，60岁，死系一世，唔死大半世。喺我人生嘅历史上边，可以推动五区公投，喺香港嘅民主政治创造历史，我已觉得。我是任務完成，跟住落嚟就是靠大家。我希望特別是那些年青人，我們這個運動是為我們的下一代，為我們的下一代講